大家好，我是怎么都吃不胖的大嘴。大家好，我是嘴比大嘴还大的小飞。<笑>今天是这家店，是我刚刚发掘的一家小店，真的我都不愿意把这个推给别人。这家店在谭杰路这边，说实话门头很小，一般人可能会错过它。老板是从意大利回来的。这家啊，来谢谢小郑，就是。那好，好的，菲力，菲力，我这个是西冷牛排，西冷它就是，你看带筋儿的，我就喜欢吃。我天！ 太棒了，是不是特别想吃？哇，<笑>那肥瘦香香的，先吃个原味的。嗯，也不放这个酱，试一下。帮我看吃饭，好有幸福感哦。黄喉刚刚好，汁水非常的丰盈，入味也很好，就是简单的，应该是就是海盐。海盐对，在世界里黑胡椒，黑胡椒是我最爱吃的一个酱汁儿。你这样切也很讲究啊，这样肥瘦都在一起。 一口就可以吃到肥肉跟瘦肉，嗯，嗯，汁水都快喷出来了。<笑>目前吃到的时间最好吃的西冷，牛逼！菲力是比较瘦，然后我又要了5分熟，你看这都有血水。哇，你看一下这个横切面，它这个汁水有种嗜血的快感。尝一口，嗯，菲力1.5分。 特别嫩，而且它会建议我们不要浇酱，先吃一下原味。我觉得也很好吃，而且菲力它是比较偏瘦的，我觉得女孩可能不喜欢吃肥的，或者说是有这个减肥需求的话，可以试一下这个细的，这个切好了。对，我要带一下这个肥的，必须带劲儿带粉。对，嘴比大嘴还大的小贝。嗯嗯，怎么样？那我吃一下这个。 你闻一下啊，嗯，血水啊，带这个血的那个，嗯，微微的有点血腥。这个好嫩啊，这样一对比，嗯，那种带肉带汁会比较香。我蘸一下这个，不行，还是胡椒酱。嗯，我还是觉得原味好吃。快尝尝这个，这个是墨西哥薄饼，薄饼，嗯，这好像是炸的还是烤的？玩意儿，玩意儿。 <笑>你别说，这个还真挺好吃的。嗯，我爱吃这个。嗯，如果你在减肥，特别适合吃这种东西。对，油醋制的那个热量很低的，是沙拉酱里边热量最低的。牛排肉啊，其实吃肉挺减肥的，真的。你不要吃碳水。这个我要撸撸羞涩。你肯定很热了。哇，你不要撸羞涩。这个叫什么？玛格丽特。对对对对。 你干嘛呢？好好吃饭，专心吃饭，这个是经典意大利披萨。嗯嗯，意大利人吃披萨其实很简单，没有放很多肉，都很简单，就是，然后就是薄饼，是吧？这期节目的关注点都不在吃上，应该懂的。啊，在我的音乐上，<笑>一个诡异的思维。 这顿意大利大餐就吃完了，不需要点太多，就是一个汤啊，一个牛排，一个沙拉，一个披萨，足够了，都不错，那没有什么槽点。唯一的一个让我觉着我得说一下，吃西餐就等着时间太长。说实话，这个对于我这种人来说，你夸一个白桌子就好。但是人家适合这种小情侣，慢慢聊着天，喝着。那是小情侣。哦，我们不是。你看我，你这样子，我看着你看他。 好，这家店还是很推荐的，来谢谢小郑。OK， 拜拜。 I can't use it anymore. It's getting dark, too dark to see. I'm feeling knocking down the heaven's door.